主任，刚刚这样看，你觉得他表现怎么样？哦，跳得非常的好。有让你想起什么样的画面，或者说什么样的人吗？在你的生命当中？让我想起初恋的感觉。你的初恋这么重口味哦？他从头到尾这样头给我伸降，他嘴巴没有合起来过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蛮喜欢的，蛮喜欢。自己喜欢的女生的类型是哪一种？就是那种。你现在有女朋友吗？有有。在哪里？在那个学校。在女朋友你还讲这种大逆不道的话，很好很好。为什么你会想要来甄选这个电玩舞姬？因为你已经是啦啦队了。因为我非常喜欢玩游戏，尤其是英雄联盟。对，英雄联盟本身是打什么样的位置？或是哦，平常我除了 jungle 以外都不打，除了 jungle 以外都打。哦，有打 low 的同学举手看一下吧，跟你们玩好不好？你可能会投给谁？一号吧。一号为什么？因为觉得跳舞还蛮厉害的。对，而且他很会玩游戏。我觉得他很有自信。得到我们晋级机会的呢，是我们的卡卡以及妞妞，谢谢大家，恭喜两位。